欢迎收看癸卯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水陆大灾法会中，普供养十方法界六道群灵，普施法界有缘的瑜伽堰口法仪，在5月14日农历3月25日傍晚，由净土坛同修义工恭请各大莲位前往堰口坛城安坐，由金刚上师慈悲升座，成佛慈悲，苏陀妙供，普供有情。伏羲花卦开天门，女娲在卦九宫城，王禅老祖妙智深，一经心发苍天。瑜伽堰口所供养普施的普桌贡品，于法会前已陆续运达。14日清晨，护持普桌的贤士同修齐集，开始进行普桌物资打包作业。先将物品分桌打包，再将一包包的物品运送到普桌上。铺排普桌的义工就能够迅速的开袋，将贡品以指定的方式摆放整齐。普桌在仙佛寺中满山遍野铺设开来，如一朵朵红花开满全山，普施普供养一切有情。瑜伽堰口法仪开始，十方法界六道众生皆来受供。金刚上师仰仗佛菩萨慈悲威德，为其开堰口，普施清凉甘露，暂解法界众生罪报苦果。那受大众虔诚供养，皆得宝石。水陆大灾法会除了召请十方法界诸灵前来听经闻法，愿其能心开意解，了悟大道，往生净土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杨氏的子孙们尽孝道，以斋赚资具来供养，供养祖灵，尽孝感恩，感恩有缘冤亲债主解冤释结，供养十方法界众生结未来世之善缘。大众以赤诚之心行大供养，
白发满七千年，夫妻花挂开天门，女娲在花九宫城，王禅老祖庙之声。叫离人烟，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每年法会都会有数量庞大的普桌，在法会每日傍晚举行的宴口坛，由金刚上师借由佛菩萨慈悲威德力加持转化，一力化三千。夫妻花挂开天门，女娲在花九宫城，王禅老祖庙之声。一经心法藏天机，风水宗教离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七千年，夫妻花挂开天门，女娲在花九宫城，王禅老祖庙之声。一经心法藏天机，风水宗教离人烟，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七千年，夫妻花挂开天门，女娲在花九宫城，王禅老祖庙之声。一经心法藏天机，风水宗教离人烟，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七千年，夫妻花挂开天门，女娲在花九宫城，王禅老祖庙之声。一经心法藏天机，风水宗教离人烟。宴口法仪圆满后，虎桌的收拾打包与入库必须招募许多当地邻近道场的同修义工来共同护持，才能顺利圆满。这些同修们热诚的发心，无私的付出，以身布施，供养法界众生，圆满法会。巍巍法脉七千年，夫妻花挂开天门，女娲在花九宫城，王禅老祖庙之声。一经心法藏
声叫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举起百万黎明，演过星空妙地线。3月26日是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圣诞日，维新贤士弟子同修大众齐聚维新圣殿及殿前广场，在柳荫引导下，弟子代表恭请宗主混元禅师来到维新圣殿，带领和会贤士同修焚香礼拜，恭祝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圣寿无疆，圣圣寿。主混元禅师开示同修们：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会代表，各位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李建士代表，各位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李建士代表，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们代表，阿弥陀佛。首先，我们大家以虔诚的心，向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祝寿，恭祝万寿无疆，万万寿。今天此时，普天同庆，天人法界同欢，向王禅老祖祝寿。尤其今天啊，承蒙佛教界大和尚上名下定大和尚啊，亲临带领80位高僧戒斗前来向王禅老祖祝寿，并深谈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今天啊，开始深谈，
啊，今天的善信大斗比过去多上一倍两倍，都充满的华喜，所以我也很感恩维新圣教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的共同扶持，才有今天的瑞相。回顾三年前一场庚子武汉肺炎啊，造成社会大乱，全世界大乱，唯独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家家户户的平安，我很感恩，感恩王禅老祖赐福给我们，赐福家家户户平安。所以今年癸卯年啊，我们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啊，我们在此时，我代表各位向王禅老祖祈祷，并愿王禅老祖啊能够容受我的祈祷。第一，祈求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百业兴花，市容工商啊皆得顺利发展。第二，祈祷王禅老祖慈悲，化解两岸的恩怨情仇，共同迈向天下一家亲，两岸一家亲。第三，祈祷世界和平啊，不再有战争。第五，啊，祈祷维新圣教教务发展能够顺利，共转天下太平法轮。而今天，我们以此来祈求，希望王禅老祖都能满我所求，皆能满愿，也祈祷王禅老祖赐福维新弟子家家户户平安，人人健康，福慧增长，以为本愿，安以为众愿。维新圣教梵拜学院院长圆松禅师也开示了宗主带领同修们40年来就是不辞劳的辛苦与伟大。您更要把维新圣教的精神为国为民这个精神要把普遍到每个家庭的地方去，能让各位得到我们维新圣教易经的妙法，能排除万难，救国救民，他的圣法能使我们的为世的人
高官显缺，为商的人财源滚进，为农的人他可以五谷丰登，为工的人他可以川流不息。师父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不辞劳苦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像他刚才那个小微菩萨一样，都是这么小这么小这么小，现在他的孙子都比他大了，那几年呢、啊、三四十多年了。这四十来年他的一步一脚印都是我们的楷模，都是各位要学习的地方。当然了，师父有这个心情为各位服务，但因为各位的你所前世的所有一切造事问题，就是因果，因果的问题，师父都很有勉言的跟你讲，你多念佛就好了。所谓念佛，就是要来排除你前世的孽障，把它消除掉，今世您才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他为了这条路，他也费尽了很多的脑筋，做了很多很多的法会，让各位能在我们唯心圣教这个环境之中得到更高更大更有利益的财源来，为的是给各位能在这个社会上去真正的给人家看起来就是，哦，你们唯心圣教真是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在这里站的都晓得，师父有的工厂不顺利，只要师父一到了，没问题，没问题。他走了之后，哎，他生意来了。我们是简单而讲，你家庭不平安，好，请师父去，师父给你排除万难了，您得到了利益很多。我们种种很多不再举例，可是我们话又讲回来，师父要给你讲一句话，你们要修黑，我有听不？你来修黑，多念佛的，这是什么？因为一来到你的厝，那个来排除你的万难，你厝的一切，所有的一切一切，万千皆住，嘿嘿，都在唯心圣教现在的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水陆法会等之中，在八千这么多。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元德法师也感念宗主的慈悲大愿力，救度无数世间人。今年哦，就是引魂，昨天我引魂的时候，因为我们负责的是净土坛，所以就很感受到说今年人气特别旺。我跟师父说，师父你没有来外面看看哦，整个下午引魂的时候大家排队绕了几圈，那个壮观哦，我相信说出家的师父看了都真的是赞叹又赞叹啊，啊，怎么一个在家的师父这么魅力这么无法挡。今天也是一样，从早上到下午整个扣住住了，要去净土坛都是人潮，这是不是我们的光荣？师父，师父的伟大啦！这么好的师父，哎呀，我说我 这是真的是我们的幸福啦，啊，是也是大家的幸福，也是人类的幸福。那牺牲自我，肉体完全我忘记了自己有肉体，完全就是义无反顾的，都是为众生，为所有的啊，在祈求啊，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大家平安。所以啊，老师父有这一份的心，我们也一样有啊勇猛的心来精进，让师父更能够安心。尤其啊，现在也是等于是我们的最尊敬的啊，圆松禅师院长也代表着很多师父的啊交代来。要来完成很多的好事，尤其我们现在翻倍
梵贝学院办得非常好，所以成就了很多的梵贝法师，那也带领了，因为师父的活动这么多，所以梵贝要很多时间要用到梵贝的法师来帮忙，所以大家要精进啊，让法音宣流，让上天能够肯定了师父的苦心，让我们唯心弟子了解到，就是要天下太平，必须我们尊天法旨了，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恭祝我们的教主也圣寿无疆，也恭祝我们的宗主一样，跟我们教主一样万寿无疆，在我们再次的感恩师父，祝福师父一切平安顺利，阿弥陀佛。同修大众顶礼，恭祝王禅老祖师尊圣诞千秋，也祈愿老祖四福，宗主福寿康泰，继续领导同修大众行道弘道，救度世间。受完后，凌晨时分，上明下定大和尚与众戒德法师慈悲升坛斋天法仪，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率贤士同修弟子们香花请、香花迎，奉请玉皇大天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请听那受维新贤士弟子的大悲愿。
主带领全体维新弟子向天宫祈愿，祈愿天宫四福，天温永袭，天灾永袭，两岸和平，世界和平，无战争，祈求四福所有维新弟子、台湾人民都平安。宗主开示维新弟子们，各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们，易经大学所有的全体贤士同修大众，我们首先感恩上明下定大和尚及所有的高僧戒德啊，为我们恭请天公诸佛菩萨光降坛城啊，我首先要表达和祈求天公啊，恕我合会代众啊，台湾同胞代众祈求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共同会当成就人间佛净土，以天国上帝、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会当共同比拟。啊，咱来求天公赐福予咱，大家共同一心办好宗教的修行法仪，也求天公赐予咱地球重生，拢会当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两岸一家亲，天下一家亲，永无战争。是我代表维新现世同修共同的本愿，咱来祈求天公赐福予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平安、事业顺遂、智慧增长，以为本愿。咱教育的本质、修道的本质，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咱这个教门已经经过四十年，四十年的岁月是过去几千年来上平安的四十年，这拢是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领导束缚咱全国的人民啊，加持咱大众，才有今日的平安。今年几百年，
江浙翁山老祖圣诞千秋，也是咱维新弟子现世同修共同的生日。咱来祈求翁山老祖大慈大悲，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甲宗教三项融合为一，咱也希望天公赐福，赐予咱海峡两岸的同胞，大家共同一心，心连心，手牵手，共同创造着两岸一家亲。这是咱所领的本愿，咱在座的维新贤士同修，咱一路走来，咱的努力是将维新圣教会当成为世界宗教，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甲宗教普化普传在世界地球人类。翁山老祖大慈大悲，咱唔通因为一丝仔小小的利益，未记你家己的灵性的尊严，那安尼是非常的可惜。所以这些年来，咱所成就的在台湾为基础，已经有50个道场，大家不时落课，专职的法轮，咱也拢会依照老祖河南的方向努力修行，做到人间成为一片的净土，家家户户的平安，这是咱的本愿。所以今日出席天公公降地球咱的面前，各位心内有什么祈求，恁自由祈求。阿弥陀佛。斋天科仪由戒德僧众带领斋主大众等恭诵金光明经，以一片光明的诚心供养天公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同修们将几声虔诚的祝愿随着袅袅香烟和梵拜音声上达天听。Bye.
感恩道明下殿大和尚及所有高僧戒德啊，为我们大众祈福啊，提供树火火兰的往前都做树火火兰，三宝佛树火火兰，咱感恩。今日水陆大法会啊，各界啊非常的热情，啊非常踊跃。啊，咱啊，足欢迎大家明年啊，搁再来在天谢天公。啊，咱的各位，咱的努力啊，可以看到了。啊，祝福大家平安，祝福大家福慧增长，祝福大家一切顺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唯愿天公慈悯，赐福平安顺遂，所祈所愿皆得圆满，也祈愿天公赐福台湾风调雨顺，两岸和平一家亲，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法会第二日内坛法仪开始，敦请佛教界长老果腹大和尚主法，正表净传法师、副表弘慧法师负责领诵，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住持元义法师执斋主，率领众法师恭请三师和尚升坛。迎请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为了让整个法会顺利进行不受干扰，内坛首先进行结界法仪，在整个法会坛城周围进行结界以为庄严，由主法法师、上座法师率领戒德僧众及维新圣教斋主代表，
功德主代表一同绕山。佛教的水陆仪轨中，结界依序结成。首先结地方界，地方界是指由坛城算起，至地下100由旬，全部变成清净的琉璃世界。再结方无界，指的是土地上方四周围，也就是在坛城的围墙以内，树立铜墙铁壁，成为一座金刚坛城。任何妖魔鬼怪都不能侵犯。最后是虚空界，从土地向上算起100由旬，全部结成香云界，像大宝盖一般把坛城包覆在其中。以上三者合一统称为结界。上座法师与主法法师带领维新圣教法讲师群绕行各坛城、斋堂以及法会坛城的所有空间，最后回到内坛，结界完成。禅净双修见真心，老天赐福见天坛，足得流芳禅机山。黄道之国平天下，禅净双修见真心，老天赐
下，禅净双修见真心，老天赐福见天台，足得流芳禅机山，黄道之国平天下，禅净双修见真心，老天赐福见天台。